你们放开我！啊！可可，三哥他对医院犯错，以前就这样，现在咋办呀？就算是拖也得把他拖进急诊室，你先得把伤口处理了，进去感染的话就坏了。我不进去，我打死也不进去。下一个，江宇铎。三哥，江宇铎，你冷静些，只是简单的缝合包扎，不会就好了。有我在呢，听我的，深呼吸。放松，放松。你是在撸猫吗？你这样哪能算猫啊？怎么说也是老虎。啊！他竟然让三哥消停下来了，难不成会什么魔法？他是真的害怕医院。抱歉，今天把你卷进来了。你道什么歉呀？又不是你的错。但八撇他们是冲我来的，这是我们街面上的恩怨。要不是我跟你在一块儿，你也不至于受牵连。这事儿本就跟你没关系。你要是真不想跟我扯上关系，那就别再跟着我了。不行，现在这样我更不放心了。今天你帮了我，算是跟八撇他们结下梁子了，他们肯定还会来找你麻烦。你之前说的他们就是八撇吗？不是。你弟弟来了。他来干嘛呀？不开门。他还带了个美女。美女？什么美女啊？那是我妈，她怎么把我妈给带来了？要不我躲会儿，你这儿哪儿能藏人，我躲躲。干嘛要躲？你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你就在这儿，我来开门。哎，哥，你这脸是怎么了？小克，你这伤是怎么弄的？我就是前两天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磕着了，没事的。来，妈，这边坐。阿姨好。这位是？这是我的朋友。我今天刚好过来收房租，一会儿就走。妈，我这房东人挺好的，平时挺照顾我的。是挺好的，上回我哥表演，还是他陪着去的呢。